不可能！月城居然能走到这一步，不愧是我看中的人。你不是队长，一定是假装的，是诡计。<笑>真不知道是谁捕猎谁。 队长，正义战线里的卧底，一切的幕后黑手真的是你？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吧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肯定是被什么人控制或要挟了。告诉我吧，我们帮你。没有，这一切都是我的意愿。我要毁灭所有的超炫生命体，但是正义战线却成了我最大的阻碍，所以我必须除掉它。所以你把永夜他的刃戒？兽比里的人。 大多都像我一样，我们的超炫生命体无一例外被你们消灭。什么？我们本来什么都没做，当我最好的朋友刃戒，却被正义战线消灭了。我再次成为超炫斗士，查出了消灭刃戒的人，名字叫靖宇。你就是这样操纵他。 操纵兽比，那我们算什么？<笑>当然什么都不是。我潜伏在正义战线，就是为了从内部摧毁他，而你们只是我的工具。叶欢，千万别忘了，是你把他带进这个地狱的。不行。 我一个人不是他的对手，要赶紧想办法，快想，快想，为什么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？你接受不了这一切，没关系，因为你很快就会忘了他。永别了，别做最后的抵抗了。别以为这样就能把我打倒。不是我们，月城。 我感受到你的决心和意志，正通过转笔传进我体内。人类和超炫生命体的联系是不会那么容易被你切断的。既然利用我们来完成你的野心，牺牲了这么多超炫生命体，我决定要拘捕你。为什么要一次次的阻碍我？明知道你不是我的对手，我一个人可能打不过你，但是我还有同伴，让大家都看清你的真面目，然后我们合力把你打败。拿了我的手机，哼，真有你的，但你能撑到他们来吗？绝对可以，我相信颜魂。 超炫炎魂，撕裂大地的龙剑，撕裂炎魂。只要防守好，就绝对没问题。在地面上能减少它瞬间移动的空间，我再留意好粒子的动向，没问题的。为了折磨你，只用了几成的力量，而现在没有留手的必要了。啊！ 没有了炎魂，你还能做什么？结束吧，这可笑的英雄游戏。炎魂，炎魂，了结他，黑翼。坐标系就在那边。嗯，不高兴。别追了，赶紧回避。反正没有炎魂，月城不足为患。